最后时间要到的情况之下呢，就看看双方这一球表现了。黄少伟的运球，段振峰的防守球拨掉，哇，这个球在运球的一瞬间呢，用左手把黄少伟球拨掉。黄少伟想要过去防守，看看时间，最后段振峰这一球出手了，时间到，看看球进还是不进。 观众朋友们，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了。我想，如果段成峰还不出现的话呢，我们几乎可以预料呢，云上队将可以第11年的连霸成功了，捡下篮网呢，稳坐冠军宝座。我想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啊！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看到段成峰已经进场了。 我说过，我不会输的。9，8，7。最后时间要到的情况之下呢，就看看双方这一球表现了。黄少伟的运球，段振峰的一个防守球拨掉。哇，这个球在运球的一瞬间呢，用左手把黄少伟球拨掉。黄少伟想要过去防守，看看时间，最后段振峰这一球出手了，时间到，看看球进还是不进。 这球投进哇！抢小时刻，最有价值的球员是一个球员的无上光荣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陈峰得到的 MVP， 既是他篮球生涯的终点，也是我们之间的终点。一场车祸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陈峰 ，Iceman， Angel， 董其生，还有我。 最后的比分呢，就是77比76，一分之差呢，后来追上，逆转击败了云上队。Iceman 不在场上的情况之下呢，让段成峰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的发挥呢。他不仅带领球队拿到了今年全国高中篮球联赛冠军，同时他也荣获了今年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， 也恭喜段成峰。